我们一定要赢，我们一定要赢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急于求成是不好的，要慢慢来，要不然他们会倒。要慢慢。是我的手。好黏啊！纸。好黏啊！纸。给你纸。这哥哥还不错啊，对吧，萱萱？肯定是下雨了。谁来帮帮我，把我那个弄掉？要。来我的。这个哥哥可真好，全都弄上去，一会儿吃起来一定很美味的。吐口水。要不然哥哥把钱给你吧。洋洋好。不要。衣服我帮你拿它。我放在地上弄脏。啊，好暖心，真的。把水放我这儿吧。哎呦。拿着蛋糕。知道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洋洋去接葱花去了。去接大郎去了。过去吧。怎么了？那边就是土鬼站，还有奶、棒棒糖。你当时为什么要拿那么大一个熊啊？因为怕他们都拿不动。因为怕他们都拿不动是吗？三、二、一。五公里到了。五公里吧，不容易。妈妈，杨杨杨，加油！今天妈妈用写信的方式作为礼物送给你，主要因为你已经8岁了，在学校里你活泼开朗，有了自己的小秘密，有了自己的朋友，在家里你有着无需提醒的自觉。谢谢你如此的懂事，你真棒，加油吧，我亲爱的宝贝儿子，爱你的妈妈。加油！哇！热不热？热不热？来，我们的，巴啦啦啦。来，快来喝点水，来来来。哇。